做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之前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？那么，第一点，在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之前24小时不要进行性生活。那么，如果进行性生活呢？这种液基图片做出来之后呢，表面有大量的精子，可能容易把病变细胞覆盖，造成漏诊的情况。第二点，是在做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之前呢。24小时到48小时不要进行阴道的冲洗。那么有少数的女性患者呢，非常爱干净，那么要进行检查了呢，可能提前把阴道冲洗了，这样的话呢，会把有一些异常细胞呢也冲洗掉，这样的话也容易造成漏诊的情况。那么在进行阴道炎的过程中呢，可能要使用一些阴道的栓剂。那么在手术之前这个24小时到48小时呢。也要停用，也不要做额外的这种阴道的检查。第三点呢，如果有宫颈炎的情况呢，需要你把这个宫颈炎症控制好了之后，再做这个液基细胞学检查。最后一点呢，我们一般来说不推荐女性患者在。